围棋学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丢掉了，就一直会想下棋。围棋是真的很好玩，而且训练脑筋哈，都会忘时间，年轻的时候约会的时间都忘记了。大家今天在这里享受围棋，就是写下这个围棋历史的新的一页。我们的身体会老，我们的头发会白，可是我们喜欢下棋这个心好像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。我因为从小就喜欢下棋，我的人生就是因为围棋啊，年轻下棋的时候可以放空，比较多思考，时间一下就过去了，变化万千啊，老师会那么快退化吧？我们要有策略，方法就是很多。我几乎一天到晚都在看有关围棋的事情，平均一个礼拜大概下三个下午，变化很多，所以吸引人。我的人生因为围棋而美。